击鼓传臭袜子问答游戏现在开始。哎呀，快给贝尔姐姐，给你熊妹，给你大白，我可不要，给你白雪。停，白雪你来吧。啊，第一个怎么就是我？白雪你可真幸运呀。白雪，什么牙不会掉？老师，是假牙，不对，是月牙，月牙不会掉。白雪回答正确。哎呀，好险呀，还好回答正确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？想的话就长按大拇指发送111吧。白雪不用接受惩罚，游戏继续。给你贝尔姐姐，熊妹给你，快给你大宝，给你白雪，一定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。给你贝尔姐姐，熊妹快接住，我要赶紧给大宝。停，我呀，怎么停了？哈哈，太搞了，差一点就是我了。熊妹请听题，什么鱼不能吃？什么鱼不能吃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的话可是要受到惩罚的。不要啊，我想想，是臭鱼。确定吗？熊妹，我确定。回答错误。啊，我疼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答案是木鱼。木鱼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击鼓传臭袜子游戏继续。大宝给你，我得快点给白雪。白雪给你。白雪姐姐给你，我不要。熊妹还给你。大宝给你。完了，我怎么有预感会是我呢？停，完了，真的是我。大宝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还能预测未来呀。对呀，大宝。哼，你们就别取笑我了。大宝请听题，超人为什么要穿紧身衣？穿紧身衣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好看吗？大宝，肯定不是因为好看啊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难道是他吃胖了，衣服紧了吗？大宝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大宝接受惩罚。我好难啊。正确答案是救人要紧。怎么是这了？游戏继续。给你白雪。大姐姐给你。停，完了完了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哼，贝尔，谁让你刚才取笑我的？这一下到你了吧？贝尔，请听题，什么狗不是动物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什么狗不是动物吗？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我不想受惩罚，拜托你们了。